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九节：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咁所以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我哋就要理解即系一个嘅常识啊，就系咩常识呢？其实直白咁讲，就系我哋点样赚到恩膏。其实使徒就系呢方面嘅专家嚟。其实如果我哋去分析嘅话咧，你要睇到原来喺圣经里面俾我哋知道有两种方法去赚到恩膏嘅，一种就系因为需要。嗱，呢个就系我常常都讲嘅，你使到个聚会有需要，或者甚至咧一啲人有需要，就算嗰个牧师已经跌倒啊，或者个先知已经系跌倒噶啦，但系神咧都因为嗰个需要，就系因为嗰个嘅信徒嘅需要，而让呢个牧师偶然会得一啲恩膏去医个信徒噶嘛，或者系呢个先知偶然得一啲嘅说话去俾个信徒噶嘛。呢、这个就因为需要咧，而导致恩膏短暂出现。吓，呢一个咧就系间歇性得恩膏嘅方法。但系使徒咧就知道有另一个更加恒久嘅方法咧，系得恩膏，就系负轭啦。因为点解咧？因为需要系偶然经过你嘅身边会出现啊嘛。但系负轭就系神将一个长久嗰个时代大量嘅需要摆喺你嘅背脊。嗱，记住，我讲紧大量嘅需要。为什么一定要是大量的需要？每一次为什么我们当我们、有歌的时候，我们要送出去，有广道带的时候我们要送出去，我们有石安剑的时候我们要送出去，那个是大量的需要。但是因为为什么呢？那个大量的需要就有大量的恩膏。你明明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恩膏？因为那个是个量对回个量嘛。但问题呢，如果你是想着碰需要好像守株待兔那样，就是偶然经过的话，那那个恩膏咪偶然出现咯。但问题我找到个轭嘛，使徒的责任就是找到个轭。个轭就在主耶稣的时代，就是说去普天下去传福音。为什么你对那120个人讲话去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事实上当时主耶稣讲的时候甚至不是120人，他对那12个门徒讲，哇，你叫去普天下去，你叫在个城里讲的话，你在个国家讲的话，你要去普天下去。因为为什么？因为恩膏是跟个需要成正比的嘛。是咪？但问题有守株待兔的需要，但亦有神俾你呢个时代嘅轭嘅需要。而呢个轭呢就导致到你呢不断迎接神所俾你嘅无与伦比嘅呢一啲嘅量啊，呢啲嘅需要量啊，而导致你嘅恩膏咪可以增加。明唔明啊？所以变咗换句话讲，你要睇到如我所讲啦，有一啲嘅先知啊，有啲嘅神迹聚会啊，或者按手礼聚会啊，你会睇到偶然会医到一两个人啊，成嗰啲咁样。咁跟住冇咯，平时连个先知病死都得㗎喎。但係问题点解有一啲人呢就好似主耶稣基督一样，佢唔单止可以医到病人，佢自己可以从死里复活，就讲緊係因为佢愿意去承担嗰个轭㗎嘛。呢一个岂不是就等于好现世嘅 CEO 咁囉。一个渣嘅行业呢，你係搵唔到顾客嘅需要㗎嘛。所以你守株待兔喺度搞个士多啊，搞个铺头，咁偶然有人旅行㗎嘛，经过你个士多买几支汽水咁样，你咪係呀。个需要有嘅，不过少咯。咁你赚唔赚到钱啊？你系呢个士多嘅 CEO 嘅话，梗系赚唔到啦。但系调翻转，你睇到 Apple 嗰啲，佢系点样啊？佢系揾到嗰个时代最大嘅需要，系连续不断地每一年都有更大嘅需要，而导致佢成为世界上最大嘅一间公司啊嘛，系咪最赚到钱嘅一间公司啊嘛？你见唔见个分别啊？呢、这个就系两个 CEO 识得赚钱嘅分别。但系你有冇睇到使徒同一个非使徒，佢能够赚到恩膏嘅分别？赚到恩膏嘅就系知道嗰个时代神所做紧咩啊嘛，因为点解？因为嗰个时代嘅轭同埋嗰个时代嘅需要系边个创造噶？时代系边个创造噶？文化系边个创造噶？历史系边个创造噶？系神创造噶嘛？咁神梗系知道嗰个时代最大嘅需要系乜嘢啦？佢梗系知道嗰个时代最大嘅轭系咩咧？佢咪讲俾呢个使徒听咧？当佢讲咗俾呢个使徒听咧，呢个使徒咪苦一个，哇！人哋觉得难以想象啊，边做得到噶？死噶咁样系咪？但系问题就系呢啲轭导致到咧。佢有源源不绝嘅恩膏啦，所以你会睇到需要嘅量系少，佢负责任嘅时间系短，所以咪即刻你会睇到，因为需要带嚟嘅恩膏系点样啊？系少并且系短暂嘅，系咪？因为本身就系如果你撞彩靠需要嘅话，但系轭咧，而家你就明白点解要负轭啦，因为嗰个系导致个需要个量系大嘅，并且个时间系短定长。是长的，所以轭所带来的恩膏呢是又长又庞大的。你见不见啊？两者都是讲那个责任，在神的面前所负的责任
而导致恩膏咧能够源源不绝，使徒就能够完全理解里边嘅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理论、每一个理由。佢理解点样去揾到呢个时代嘅轭，佢理解乜嘢叫做轭，佢作出嘅决定就系让人咧喺佢身边嘅人按部就班嘅承担呢啲嘅轭，如果有新嘅轭就换一个。所以你睇到神俾石安嘅轭咧系一次过噶，唔系噶，你估我哋？日华嘅讲到源源不绝，于是乎咧，日华咧一次过将佢第一篇讲到免费送出，以后全部收钱，系咪咁样啊？日华嘅呢间教会嘅诗歌全部嚟自神，于是乎日华一次过将佢出嘅第一只碟，即系教会嘅出第一只碟嘅石安新歌送出去，其他全部收钱，系咪咁样啊？梗系唔系啦，系咪？我哋唔单止源源送出去，而并且以后源源送出去个量一路升高嘅时候咧，个责任完全由我哋负，个需要由我哋去填充。咁样咧，我哋就换嚟神大量嘅恩膏咧，导致我哋有足够嘅资源、足够嘅经济、足够嘅时代追上去我哋嗰个嘅需要咧。调翻转啦，我哋唔系用钱去解决呢个时代问题，系时代为我哋解决我哋需要用钱嘅问题啊。而导致到我哋以前去送广告带要邮费啊，要成啊。要钱去录低，但而家唔使，人哋 download 到啦，免费嘅，系咪？但系呢个免费导致我哋减几大压力噶，因为时代系成为我哋嘅助力，我哋唔需要用钱咧去解决呢个时代压力。虽然听落好似好深咁啊，但系其实呢一个你会睇到就系正正系发生喺石安身上嘅原因系咩咧？原来恩膏咧就成为我哋源源不绝呢间教会能够去负压嘅资源，成为我哋主要去负压嘅呢啲嘅奖励同埋奖赏。所以你会睇到弟兄姊妹，而家如果我咁样剖析嘅话咧，喺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咧，你就明白一件嘅事实啦，就系你想唔想有恩膏？你想有恩膏嘅话咧，咁你咪不可停止聚会咯。因为你时翻时唔翻，教会敢唔敢俾你去做一啲最基本嘅嘢？连搬运都唔见影嘅，因为你原来你根本一个月都唔会翻到一次主日或者家聚嘅，吓连担凳都唔敢揾你嘅，清洁都唔敢揾你嘅。如果唔系老鼠横行噶啦，我哋嗰啲。嗰啲嘅厨房啊，我哋嗰啲地板啊，咁样明唔明啊？就话你不可停止聚会嘅时候，跟住先至可以喺呢间教会当中负一啲轭咯。譬如举个例，我哋嘅 To Me 讲座系咪新嘅轭嚟噶？我哋嘅住建方系咪新嘅轭嚟噶？弟兄姊妹就喺嗰度已经有足够嘅油站、足够嘅恩膏等紧你去支取啦。你知唔知道啊？箴言第31:29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专一将主真理记心思，尽我心作你事。一生坚守真理行公义，愿决意仰望我上帝，永没偏移，没半点疑惑，行直坚持，全心正进行上帝意志，口中只重唱赞美心思。全胜了世界思量犹豫，迎来事业烈赤心壮志，无惧怕世间诸般恶意，每天宣扬神意志，成就了历世壮举大事，凭着活道更显出创意，愿我不猜疑，常怀着信愿宏志，仰望将来。